那不用了，你带凳子，你发的凳子你上看来。好的，欢迎所有的来宾媒体来到四季酒店参加四大名捕二的这个新闻发布会。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有请我们的主创，分别是陈嘉上导演、刘亦菲、郑中基、邹兆龙，欢迎，欢迎几位。好，请在那边合个影吧。哇，见到刘亦菲，觉得春天来了，绿油油的来，来几。